跳 MV 组的人，那么学习自己喜欢的这种 MV， 譬如说韩风、日风啊等等等等，那个你们平常会在家里面跟着跳吗？不会啦，只有上课的时候才跳。明目张胆，明目张胆，家里面有谁阻止你跳舞的？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。在店里面不方便。店里面什么店？在九份。啊，在九份。很好，九份。没得哦。玩了坑，那听说九份这个地方整个山城都要被卖掉了，这个是传闻中的。目前应该还在去年拿。那你就是金主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你要买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如果卖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？应该只是换个财团。哦，换个财团，希望你还是可以继续在这边上课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呢？也是贵姓？于小姐，现在是身份是公务员。公务员就是纳税人的钱。交税，交的比我还多。交的比我还多。哎呦，今麦是看恁袂做梦的啦。不说爱往什么样的公务员？不要我的啦。通常会这样讲，一定要不就是在监理站上班，不就是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公务员啊，公务员上班很辛苦，因为就是很正常，但是好像有一点，我们想象公务员都比较严肃、枯燥啊、乏味一点。那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来找一个活泼的东西可以学习。就是想运动一下，可以运动，然后顺便又可以学到一个尾牙可以表演的东西。你一定在，你一定在尾牙的时候都被同事拱上去跳舞，有没有？不知道现在公家机关不能办尾牙吗？亲爱的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不能办尾牙，真的很可惜，这是中国人的习俗啊。私底下约一约吃一花还可以吧？对嘛，好，好好，开玩笑，来，贵姓？陈小姐，还是目前身份是单身？刚结婚。啊，刚结婚啊！亲。啊，陈太太。你好。陈啊啊不，古太太，古太太，是不是？古啊胡啊古啊加个月就胡了嘛，对不对？啊胡啊胡胡太太。那么在这个新婚的时候，应该是忙着应付老公，怎么有时间来跳舞？还是要顾一下身材，对，不可以结婚又顾身材，所以要运动一下。
目前你有打算生 baby 吗？应该一年后，想要我开心的两人生活。一年后想要生 baby， 想要不开心两人生活，却一直跑出来跳舞。那什么时候陪老公？待会。哦，这边跳完，赶快就回去陪老公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真好，就是人妻啊，真的完全就是要好好的利用自己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要带小孩，要照顾老公，家里打扫、煮饭、洗衣服。哇、哦，好累哦！最后还要保养身材，对不对？还要擦这个弄啊，涂啊，再去，辛苦，真的辛苦。好，那么接下来，来，微信，啊，仲介啊，仲小姐，啊，仲小姐，仲介的仲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刚好在做仲介了，没有啊。那么目前的身份是服饰业啊。哇，仲小姐在做服饰业，那么对于舞蹈这件事情是刚接触吗？会不会害羞？因为这么多人看。刚刚觉得自己给自己打几分？不知道，应该有及格是吧、啊？希望我们老天，我们这个老师那个在天，真的不是这样。让我们老师到时候看录影带的时候给你打分数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来再来再来，您呢？严叶小姐，叶小姐本身的工作室，又一个金融业的啊、哦，这边金融业的特别多，是你老师都会收这种金融业的。什么？自己讲啊？各位，他是合法讨债公司的姐，是真的过来的，麦克风线不够长，是真的还假的？那请问一下，如果你要跟吉米老师要一笔70万的债务，你要用第一步什么样的方法让他知道这件事情？第一步，你用什么样的口气要跟他讲？我行政，啊，我行政，你是行政，哦，我知影啦，拍墙烧有别人啊，今天有升级的话，真的有拍墙烧吗？没有吧？如果债务太凶或太鲁，债务人太凶或太鲁，欠钱的人怎么可以还要太凶或太鲁？应该客气。就是比债权人还要大声，因为向外面交的。哦，所以各位有钱哈、哦，不要借给别人。啊，朋友跟你借超过20000以上的，就说20000拿去吃饭用没关系，债上不要跟我借，是这样。可是这样你们公司就没工作啦。好了，不闹你了啊！以上，他们精彩的表演，我们再次掌声给他们鼓励。